平台天地欢乐相随，世世代唱干雅平日。那么这个一期平台天地诗人乐系列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两位非常特殊的平台艺友，一个是张文清，唯一的是徐文炳。徐文炳先生，你对你平台的事业，各种感情天生的与执着。你从前欢喜平台，自从太欢喜的背叛离开时代，但是你始终不放弃。你一直让坚持代唱，你讲，因为这一代唱，能够激起自个当年时代浪向一些回忆，也是因为有搿点代唱。把自家心灵带来的慰藉，这是愉悦。咱俩对啊对啊，你随意。咱俩皮薄米白浪下，带出这一个洞，在病人比肩而走。听众朋友们，多想想，像徐老师年纪在随之退化，你对自家心爱的事业随之不能做了。自家的行动不由自己，身不由己，搿个一种内心的痛苦，悠悠擦过，搿个屏幕给你带来身体上的痛苦。哎，随着这个辰光，你得到一个非常振奋而又十分惊喜的消息。随着那一九八四年，我们的蓝水山，大家在晓得个蓝天客陈云龙时，那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五十人通信联络当中，提起的徐文平。高啥呢？说到徐文炳唱的曲调非常有特色，唱得非常好。在那陈云老师上身后边呢，还扛了两头里的录音，一头就是吹丝，一头是丝调。你晓得当时辰光电台里向出现五百个两头录音，所以特地复制了一份啊，送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地下听众。这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是一种强心剂。李老师说：“我上辈上辈年中，老先生未曾忘记我。我现在要唱，而且我要根据我自家对艺术的体会，来再确立新一番尝试。”you
鸳鸯的前列唱腔真的是非常好听。您来想想不得的是，在那八十年代中期，徐文平老师为此要带到了水上带的黑夜红泥松光，自家听是不缺改了三只开篇。那么录制这个开篇的过程，各种艰辛是难以想象的。一个病人上气无上，嗓子舌疮，从来动不起来。你再看某一只针头，盖了往上往下，拔出一只琵琶唱。搿只琵琶实在太松了，像第二一只轻一点的，但是音色不理想，没得办法。再看再不过到松子子个琵琶摆了身上响唱。原来你都是个是老房子，各方面的条件非常简陋，当时辰光还没好个录音设备，屋里向虽然一只红灯泡个小个录音机，你录个唱段侪是搿只录音机录。那么让录唱之前，别个大家别领说啊，再去打招呼，帮帮忙，我要录唱段了，你读轻点啊，帮帮忙。尽管这个有一次还是出了毛病，一头开辟录到阿模样，基本上也结束快了，外头砰砰砰砰门哈，急功近利，收获的心血全部泡汤，这得重新开始，从头再来。功夫不负苦心人。五年三十开篇，托领的送不成人了，水长，老水长，外甥高丽丽多，还送了一幅平日小的蝶幅，实力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好，接下来我呢就为大家播放一段与徐文平老师亲自演唱《丁翁配香》的诗调。
文斌老师，生活当中第二个出场的，就是你的丈夫，也是你的师兄，还是你女儿的拼档张文清。那么今天呢，我呢，我张老师啊，请到了现场，好，有请张老师。哎，徐队长，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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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老师啊。哎，你是一个非常有成就、非常有名的评弹演员。够不够？但是徐文斌老师在讲，我上几十年、四十多年啊。你四宋事业百步收益，我你年纪轻的一辈偷起来真的就不容易。想来想去，那个辰光非常的年轻啊，你当初大概只有三十岁，徐文明老师年九岁。实际上对你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女的也想放弃？没，从来没，从来没。啊，因为你个对夫妻呢，讲起来也是未来夫妻。对。从小跟先生的师兄们，对个，一直去看先生，那么先生随着师妹教养不牢。哦，哎，是我们先生做个美女。那么先生说我们爱枪把顶了海，嗯，啊是，我们得跟师兄出去吧。哦，哪都得出去，两高头就十七八岁了。嗯，父母没母亲，那么哪办法呢？嗯，你来二句，我叫摩诃龙道。嗯，和龙道里向磨出来，说明你个对夫妻了，真正叫未来夫妻。有些人能够到上海来，慢慢结，这个补出来一高两高。对，那么两高人结婚在哪有的？先生叫那个，哎，实际上讲起来，你都两高的彼此才是对方生命当中一部分，还是你的当中的伴侣。对。那么我想再问三老师。这个啥样对你说话嘞？哎，那个定位置徐文明老师，哎，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哦哟，但有些嘞，真正不能够上台了。嗯，但是六三年，随着你年纪岁的辰光，回到屋里向。嗯，那么我们肚里向欧巴打双人拼，就是零零散散。嗯，那么这个辰光呢，我三个人在外地做生意，个心呐。这个一切过了我的想少人光嘛也配药在少人光嘛药不在对那么谁要去配药谁要去弄、嗯、但有时候呢因为沈阳心你送我来了得了个所创嗯不担心你刚刚天乎个病人了两三年我来谁要上所创了等于你个人光就是几年了对十几年刚刚开始上所创了说明是这个红利都没喝这个是哪个功了哦不是这么记得那么在时光又去到外口去无药时光又可是我没给人了嗯三人轮那么哪办法呢对的时光作为一无人一处哦我的天带夫妻我的呢我的背带三人轮一个礼拜两次哎来了这个过程当中你阿离开过平台呢哦那就是带雨水的嗯第一个事情我来在屋里想我发出去说上海我这还不发出门呀这还是上海上海上次不是那么一年四季不上海了不但上次五周期的对个五周期的那么我目的呢也离不开嗯跟他来反正我当了长半个当领导老想商量啊能跟我住一因为你往铺去了那电影院里就浪漫多的，那发过去毛毛片了，碎碎片嘛，还可以的。然后在屋里想，哎，结果呢，在于领导老乡总是看你带我们十几年花。对，黄浦区西迁的老乡粉红旗啊，粉红旗，粉红旗嘛，关于平台方面的事，加上我熟悉的了。那么随着我欧巴的这个粉红旗里向烧了五年，这个平台的粉红旗。这个没问这个上海公司啊，那么我是到退休，烧到退休为止。刚刚这个你张老师这样一番闲话，应该讲扣得出你付出了多少，你为这个家庭为我们一个徐老师牺牲了多少。我想请大家用掌声为张老师这样一份真情真爱
各位市长。哦，行行行行行行行。呼呼，各个一位，呼呃呼高，大伯好一听没气啊，该说出山忙忙见我呼高，啊，你是你当个不是地下的人啊？那么蛮好，本来今在我们要街上来做农药，为子呢去了，让我们拿做农药三个人当中来看看一个，当然来人人开心。啊，作业！你叫我们叫什么子啊？哎，作业。也是呀，叫我叫注意，你咋不叫我？谁是？顾高是方来了，他是称赞呢，是一位富民美美才子，称得才子不容易，要谨记事务，师父问长。顾高，你啊啊！阿来日啊，代理妈妈刷街刷阿来日家，大家才晓得大出文最四大才子，我大伯好总归排了第一名。这排了第一名的人，总发现的发现来了海外，那么今在我们落到海外梁上啊，所以说说小人们。琴棋书画，句句技能，书服文章，草草无无匹。不容易。记住呢，琴棋书画，书服文章，样样侪来。嗯。那么我们今朝做农药的，当然要靠不靠谱呢？是，我也出一个题目，就来做首诗，帮我听听。来啊啊啊，来日啊！啊来日，咱们现在呢，经过诗，先说放母狗来，放女狗两多人，请问作意，什么为题？我给首诗啊，干了诗里想当我做一个诗。哦，那么各个一个字的当中啊，本身要有一个人的名字，要有四个名字。哦，那么我要做两句句子，上午两句四个人，一岁是四句，一共要八个人来啊啊啊来日啊。哦哟，我到耍个大事去了，这中事去，哼。用现在我讲起来，不要太便当哦。所以，小人饮水，请教。所以，听了。做人啊，一直在要夹在泥泞当中，开口叫人，闭口叫人。哎呀，叫人啊，叫人！那老虎去山老，可见只一个叫人，接受定了只一个叫人，哎呀喂，只一个叫人。你可以的事搞弄得了嘛，让做不人搞家人，啊，嗯，说不说，家人，家人们呐，哈你。那啊。哦，家人写，家人不能写的哟。啊，跟有些不写，我不能讲写，或者文人性啊写他，定定不合。
一些两些嘛，三些，哎，唔说唔说，哦，家人些，些只龙牙齿，龙牙齿们的行业。那啊，那齿是公的，也是公。这明日过几个小法，要吃个吃啊，里向是一个人的人，四个人日，所以要吃个吃里向与四个人，位于两股亲眷。注意听两、今不醉是今年已经贴得你在家里了，退休之后基本就不上台了，但是今天从你的印唱当中可以看出你身为的你的功力，咱们天来是对自家妻子一往情深，不弃不离，各种高贵的品德真的难能可贵。徐文斌老师生活当中你是不行的，但是讲不上来是不应当中的答应。作为一个女人来讲，我相信你一定过得非常的幸福。哈，我们听大家听一头，你都夫妻单唱的《半牛丫头》。
丫头，两位呢是用心的来歌唱。从声音当中，我你可以听得出，李多五十年以来忠贞的爱情，而用得了李多四十多年来低首苦辣一切的一切。李多两位呢是可以说一场风风雨雨，相敬相爱。但是有一点非常突出，既送为我们平台事业，同时对国家的进步、国家大事也是非常之关心。在那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期间，好两位老师更是心情激动，难以平静。习近平老师呢，心如提笔，写下了一首开篇叫《回归》。
视频，他生活当中第三个主产地就是这个囡恩达镇女婿，嚯，这个是一对非常孝顺的小辈。特别个囡恩啊，因为母亲身体不好，从小就非常懂事体，帮助父亲照顾好母亲。三弟你说我来在浪下上班做事，不要打母亲说好这来。中央队从单位里向骑脚踏车回走来，打母亲说中来。压力下被母亲殴之一逼，顶当了在惠州自家的屋里，真正叫不容易。现在张文天老师把徐文明老师两位已经搬到晋江路有附近新居，搬到外面，形象里都个天伦之乐。这么做的该当，我也不得搞一个惊喜。退婚了上浪向44年徐文明老师。听说平台天天来幕，要为你录制节目，激动得不得了。你要有一个自家40多年来的梦，是吧？就是重返时代。所以今天一站起来，你化下子妆，梳下子头发，能让你平台天天来幕做个同志，帮助住来到你梦天文明的舞台，就是你第时代的一步大厅。你要一个平台，你有个身份为大家一场。现在请你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徐老师上场。徐老师，哎，来了。老乡，现在恁心情一定非常激动啊，非常开心。激动，激动，激动。恁现在还有啥个闲话，等你大家讲呢？哦，千言万语，舞蹈从头说起，真的，我是心情开心的不得了。各位。亲爱的来听好，亲爱的来观众，向我们好，中国身体健康凡事是意义。我是长春平台头的一员，叫徐文平。因为我是先天性脂肪的血管瘤导致肝胃的衰退，我在他离开这么可爱的平台，我心里想着蛮难过。回到屋里向，我还是舍不得我心爱的平台。我每一天，我必须拔出皮肤，我要戴了它，我欢喜的呀。我想想，我这还几十年，但我其实根本不希望再重返我的时代。到哪个中来听众建议？嘿。羡慕的，我这个激动，我今天也是看一天哟，可以从非复苏的，而且不是苏的，不是现苏的，是那个啊，平台天地的大舞台，我哪想不得，有志我这个44年的梦想，来听说，我前面问几十年说下来。到达这个牛场，这个牛场是来代之建国，生命在外。来了这个关键的辰光呢，喏，谁是谁领了，领导晓得。到我屋里下来慰问我，安慰我，啊，当我叫来是一位好医生，少年，上春有不空之人与春林。我要六年冬的鬼呀，来了于衣裳，睡在我的呀，睡于半个月，恢复健康。我真的把这活动再试啊，彻夜之人还很奇迹，在我心里当中，这当是第二次的生命，我就开心啊，十分激动。我不晓得用什么方法来表扬我为救命的恩公好医生。哎，我年一有
有个蒋玉立个夫妻，不能离开。好，我要趁这个机会，我也幸福了，一家人。而现在，我也幸福了，各位来听众，来观众。重返舞台，一切成功，并且祝你身体健康，健康，健康。谢谢，谢谢，不来呀。我想想，哎，辛苦了，我应该送回来军民的恩公余春林家人。嗯，徐老师，你放心，今朝余家人也带了我那个衣裳，我就余清啊。现在余清骨科专家余春林家人。我来了那个一带我的啊，整个比得进攻这个名啊，我讲现在我去健康的话，比你更高哈。应该的，今次你实在是非常开心，你看我说幸福也幸福了来。哎呀，该我应该走。哎，我跟你幸福，应该幸福，应该走，应该幸福。哥哥，现在你看今次我你实在是这样种状态，你为啥个结果？刚刚呢？哎呀，非常高兴。因为想不到徐老师那么75岁高龄，那么身负重任的情况，能够重上舞台。我到徐永明老师您都是已经18年了，你原来是我一个病人。那么让我为你治疗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你的很多经验对我非常有教育。一个是你是身负重任，运动已经相当不方便，而且生活带来非常多的痛苦，但是你对生活充满了一种乐观精神。另外呢，你对事业的追求。孜孜不倦的追求，如果你没对事业的追求，你老了不可能现在老了，歇菜40多年能够上大舞台来。
所以这个精神还鼓励你，医务人员应该更好的为社会的服务，为了家人痛苦，对于我来说，行政员来说身体健康，为你永远幸福。对对对对对。啊，我的故乡，是阿故乡我的刘家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呢，今朝张文清老师、徐文斌老师两位的故事呢，将近尾声。我相信通过上一段故事，你都当我的一样，从中获得了不少深深的感悟吧。我为以平台讲与徐文斌身在此地这样一位老师郭大江啊，我也为以平台讲与张文清这样一位始终不渝、坚贞爱人的老师郭大师啊。人是需要情感的，人间是需要温暖的。两位老师的故事证实了这样一点：疾病无形，胜于行。只要人人都献出这样一点爱，这个世界就变得高人美好，高人幸福。